你讲是我家己强调的。我爸爸是上门外单分一百万的。我就是无代志。我爸爸，我的爸爸，真是我的爸爸，让我强调。嗯，未歹未歹，好啊，嘉兴已经洗过来呀。我三年啊，不是我苦，我也未记啊，嘉兴看好无。哎呦，你老皮粗吧，我是惊不染着嘉兴的目睭啦。嗯，哎呦，未歹嘛，穿起真合身啦。而且吼，这个色吼，伊是限量款的哟，穿起来吼足喜气的。无这个，你穿了以后，好运会对你行，买了套吼，钓大奖哦。我已经钓过啊啦，被你冲掉了啦。我想，无啦，水母，这算啥最美的啦？穿起来足舒适呢。当然啦，啊你唔是人昏的，我就想讲吼，要这算啥给你穿啊？伊吼会用个促进循环，特别是讲你原本吼为坐火车，即马变作是坐高铁，一路顺顺顺，而且吼连日夜温差伤过大吼，拢免惊哦。哎呀，搁有啦，你阿妈骨吼身抽痛拢有帮助哦。技术衫吼看起来高贵而不贵，买着吼穿着吼真正是冒死啦。嗯，阿伯阿姨很关心你耶。原来技术衫卖当保养身体哦。嗯，是无啊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啦？哎呦，现在知道也不晚啦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噔噔，来啦来啦！谁先啊？老公，石墨烯会用顾着你的健康，啊那安尼吼，保险会用顾着我未来的生活。哎，真免啦啦，自信起来啦！而且啊，即马穿七十三哦，甲我加持，有保险吗？吼吼，我惊我食百二拢无问题啊呢。嗯，无够啦，万一吼你去发生什么代志吼，以后吼我会当领较济啊。阿姨，你要帮阿伯保多少保险？不多不多，200万。哈，你有800万哦、喔？你也去签呗，你无。得到200万，为什么是阮母会摕到200万啊？是这个200万，不是那个200万，真正气死我！我什么200万啊？你在讲啥？水母啊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讲，你听了哦，卖混蛋啊！你讲是我家己强调的，古乐辉，你你快枪法！水母，你太冷静了啦！眼皮大头，你铁匠想哪听我讲，你马上叫！我就想讲哦，我唱一挂赛车尔啦！你这是无良心，无良心的，铁匠佫想要唱赛车！水母，你莫去生气啊啦！我等下话你做朋友，我都惨吧啦！我阿舅，你去干纠缠我，你去死啦你！顾老花，阿姨，好啦，我等下再见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真是我的爸爸，好我强。